金元帅要用脱胎换骨之术，华灯照往生者身体来重新佮变水。但想要搞贪心阿灯，竟然想要做好个人道的千金呢？伊就使龙的慕容去替伊抬性感千金，害你慕容叫金龙太子给收掉。阿灯未死心，还是硬要冲入性感。阿灯，你到底伫倒位？你走唔着路啊啦！紧转来！妹，我一定要入去性感千金的肉体，不管。林武勇已经给我收起来，过来一个害性命的，我就给他收起来。想要走？夭寿哦，你搁这么久？哦，今晚我想要入去死家。哦，阿丁，要卖我啦！你紧转来你的身躯。今仔日的法术就准多少？美女，我死，无我做大口袋啊！啊，无遗憾嘛吼，既然做未成，性价千金，啊无，人家小姐嘛袂歹啊。好，这个是人家小姐的灵堂啊。我来接拍你，走。好感谢，各位好，关键全员心，阿爸都白活。我的个，我的头，哪来这个？老爷，我是你来啊？你是去养狗啊？我要放宽。没有啦，阿爸，不过了，阿爸，妈你啦，阿爸，我无系啦。阿丁叫一头拍到灵魂，所以一个护心都咧死死糊弄去啊，根本都无人注意到讲关山底人又过咧喘气啊，一死心一个狗都开始要疯癫啊。阿丁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到底有听到无？阿丁，你要先走。无鬼啊！脱胎换骨的法术到底有成功无？情况不明，伊伫外口遐，你给我弄无转来，这一定是出大事啊！师傅，那是安怎？先把身体包起来，然后咱紧来跟狗走一撮。伊最好出现伫灵灯附近。去帮伊挂药。好啊，你人无爽快。我只是感觉心肝头真不安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免烦恼啦。安尼就好，咱紧来跟狗看卖。陈老爷，陈老爷，金元帅，杜元帅，你哪里来？哎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前几天我过来看你家小姐的时阵哦，感觉小可怪怪，所以今仔日想要来确认一下，敢会当请老爷和我入去看一下小姐？已经过去忘记啊。什么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陈老爷，你先别着急啦。我嘛只是感觉怪怪的，一切拢爱等看到吴小姐才会当确定。是啦，敢会当请黄老爷重新问题看一下详细。好，对我来。小等一下。我猜，是谁已经到啊？你，我烦恼，你家小姐有问题，我未拍开关无，确认一下。好，啊，拍开关无。哪会安尼？亲像我醒过来，我查某囝，敢是小妹有我欠？你是卖着急，好好看卖。唉，慢掉一步，阿丁无在皇冠进前醒来，娃娃继续吸气啊！
现在是怎样？已经无开了，特别是我翕死我的查某囝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无注意到啦。不是啦，你莫想伤多，这是诈尸。有时阵哦，阴气较重的时阵，也是讲恁在修炼，无注意，让乌鸟跳过尸体，拢会有诈尸的情形。金元，你讲安尼对无？啊，对啦，我来进前就已经有感觉奇怪啊，所以才会来开馆确认一下。现在已经清楚，黄小姐确实是诈尸，也不过这若是搁拖落去，无好好处理，可能会变作僵尸出来啦。金元帅，敢卖用火烧掉？啊，免啦，伊只是诈尸，也未变作僵尸。只要我两张符灵甲打起哩，今麦挂无，搁里头爬过，未搁出问题啊。阿信，拜。那安尼啦，我走起啦。阿丁，你安啥物去？你教我哦，真正无用。阿信，阿老师就是啊，古片五家公是诈尸。我若无安尼讲，吾老爷是讲是家己害死个查某囝。免讲我啦，啊你家己毋是同款，为着无想要伤小姐的尸体，而且会讲用符仔打袂着好。叮当，你想怎啊？我若不死去啊，我无法子，请人来，你会使做我老母。好啊好啊，我是你阿爸，你是我的后生，我是新人阿姨，你当然是你阿母啊。因为我要当他做你后生，安尼我就叫我阿爸母啊。唉，今晚无阿丁来了啦，今晚咱做伙啊。阿祥，阿丁哥哥安怎讲，嘛是恁平时人家后，而且阮在做伙一段时间，无感情啊，而且都过身，还要急要申请，安尼敢好？恁两个小伙今晚就申请来，我头拄仔顺时阵发现，阿丁无见到来，顶多变作一个乌龟啊。我今晚是咧烦恼，伊会来找阿祥的麻烦。只有恁两个今嘛就讲，才会当和阿丁死心。我看日子嘛免阁另外算啦，恁今仔就申请，我甲恁师傅替恁做见证。虽然讲对阿贤阿母较死底，啊，不过这嘛是不得已的，我想应该当了解。哎呀，新兰，你别去入赌啊啦！总华，那你就搞你啊。没问题。一百一的拜，二百高董。哎，兄弟，还是有观众啊？古林，请坐。相亲啊，嗯，而且只有娶一个，那安尼以后我的洗脚水就要麻烦你捧哦。你我阿贺啊，真厉害啊！虽然你已经拜堂啊，啊不过我感觉办喜事也是爱挂一挂红色的挂灯，看起来哦较喜气，嘛较闹热啦。嗯。好，再见哦。好。你等等。哦，少娘，拄才刚有人头又来呢。哦。阿丁哥在哪呀？今天我提件事。哦。把我害死，我想要申请，我害你干哪代志？
真的是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阿珍安尼阴魂不散，桃花甘花都害得了教训呢。阿珍哥进来啊，今天我提家死。哦。我到着全部在等你啊。是。阿珍，你哪会变成这样？把我害死，我想要成亲，我害你干哪代志？阿珍，是你无在时辰来护体，我一直叫你，要不过你就是不肯回来，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别讲遐尔多啦，我不但无病，连命拢无啊！我惊你，都要替你报仇。就凭你三脚鸟的功夫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假使你愿意放下修婚，我今嘛就当替你操刀。既然你坚持要作乱，我只好把你拍到魂飞魄散。奇怪，人是走哪去？别紧，我有办法，绝对可以无地查。系啊，祥总，咱拢让阿丁骗去啊啦，想袂到这阿丁遐尼搞怪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？伊早就登记出来啊啦，系啊啦，新闻在出来呢。您免着急啦，现在有挂护身符，阿丁无得挖伊个心。唔是啦，师娘，啊，即阵啊，电脑拢带伫新闻身躯边，啊，新闻就惊护身符哦，下起来伤着，炸体落来啊啦。什么？哎呀，这新闻实在是……好啦，卖个讲啦，卖想转来啦。去。搞我还是个什么心情？我都和您稀疏，白相疏。阿金，阿母，阿金，你等，阿金，你是要好心人，谁来搞懂？搞不好。阿母，你别说什么心人来。阿丁，赶紧把新人放开，我会当饶你一命。哼，亏的，我早都无命，我今仔只想要抓一个来背锅，伊解开我心头万分。阿丁，你若是歹人，你会让拍落去地噶，永远都无法度投胎。这个叫新人放开，哼，免讲这么好听啦，我知啊，你根本就看我无，我无。若是无，为什么当时你把我先带我，你也不是喊我大哭？阿丁啊。你若想要吃上杯粽哦，你听我啦，听我啦哦，你今日先放开。好啊，你即马跪落叫三声，反正我等下看看卖。好，我跪啦。哼，等你一拍落去做告白，勇气就会捡地去吸收。等你去一去，我就拖你阴间，跟我伫地府做一对鬼红阿婆。金秘书。更在乎一届，感谢金龙在胸中。桃花，今晚这届哦，嘛是何林杰驾驶啊。你用法术和阿丁救退护身，啊，不过差点啊就害五家成因不敌神将啊。以后你用道法时阵，就要搁较细腻的。恁两个在龙凤宫办代志，拢是代表王母娘娘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唔对啊啦。太叔，我们两个人敢会受到母娘的处罚？袂啦，这件代志，王母娘娘拢看在眼内。虽然您表现无好，啊，不过算您过关啊。是，我们的经济太做防护，今仔日就到安尼，明仔再来龙凤宫，到时再搁讲啊。叮当，哎，叮当来。叮当，叮当，刚才无安怎，休困几工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谢好家仔，有叮当甲我救。新来，你甲这个囡仔真正足有缘的。我今嘛烦恼是明仔载啦，我得甲咱两个人哦，拢要向王母娘娘拍卡算啦。
派出，你要替我做主啦！是金王三英考着，欠我一命啦！我嘛要来讨你去，干不命！阿丁，你欠林武雄一条是要哪算？啊，搁有，你叫林武雄起来性格的曾经又搁要哪算？我一件归一件啊，是阿星欺骗我感情啊，应该才是我。俗语讲，有无力换番白，人无理讲番话。这段八八千的世界恋情，敢我都圆满呢？一件归一件啊，是阿星欺骗我感情啊，应该才是我。你真是啊，有这歹个性啊，嘛无想要改。今嘛，我就和你看卖你家己啊。阿金啊，恭喜你呢！先像我这款单吃查某，以后就是做细伊个名。但是林武雄要帮你卖身，搁要带你做大房，你是找个好命呢？真有啥物好恭喜的？伊会嫁的我，也毋是因为我这份面生了水，像我这领水，这无想要嫁伊嘞。我应该嫁搁较有钱阿婶啊。想知啊，伊毋敢退婚，我才来嫁林武雄。咱今日有只，出些无人实在咱所在，咱得来永远做伙。啊，咱总算会当做伙啊！丁世人阿丁的目睭内，敢那荣华富贵了呢？伊被林武勇替赎身，又搁鼓舞人一片真心，最后害林武勇来惨死。伊安尼做，只是为着要甲更加好个阿信来做伙，但是林武勇冤魂不散，坚持叫阿丁都要改命，阮才要放伊耍。亚神对阿丁真的是真心的，伊就决定要用自己的命来陪林武勇解救阿丁。阿丁，你要逃命，我的命陪你。阿信，快！阿信，阿你你有看清楚？阿丁，你顶世人是一个趁食查某，你欠我的林武雄家事，你爱的是钱。讲起来哦，是你欺骗林武雄家事的感情。阿丁，敢讲你对我一点仔感情拢无？我哪会知？迄拢是顶世人的代志啊！阿丁，你顶世人哦，利用你家己的美貌欺骗查某人的感情。上天哦，才会处罚你变作安尼啊！啊，不过你变作安尼，林武雄也是爱你的啊！阿丁，我上爱的人是你，不管你变作安怎，我上爱的是你。我不怪你，不要丁，因两个丁氏人的因果已经结束了，今嘛我就交予因叔去处理。收。原来王母娘娘一定想扫三高，就是为着要予因果有一个了结，嘛是为着要予因两个人有机会当悔改。是讲经营太久啊。你哪会无爱一开始就讲清楚就好啊？这是第一，是你甲误会考验啦。心内，我等一天等足久的。我还更久，我为顶世人等到这世人。嗯，比较久。林总，你来看伊，跟阮出去。我不出去，恁恁看，我是帮恁打牌，我是要当要倒牌。人讲八字有下会做对的，阿成甲成兰总算修成正果。但是没人知道阿星精神后生叮咚竟然带来一个天大的考验。明天在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王母娘娘多血劫。
三世姻缘早注定，前世种什么因，今生就得什么果。进前刘洪江、王母娘娘都捌处理过前世情未了，化作乌龟来得地安的。较早的人拢安尼啦，查某囡仔拢趁钱了，查甫去成就嘛。啊，伊结果伊啊，伊成就以后煞忘了他啦。查某囡仔是毋是自杀啦？因为我家嘛无通啊，不过甲偌好啊，无想怎啊讲，冤过讲啊，一定要娶伊做某啦。啊，结果伊成就都毋捌伊啊，阴影来伊走出来啊，啊伊走出来伊就无法度通啊生存啊。结果伊嘛是在农药自杀，这个原因吼，爱到一条，就是讲伊要求母娘，伊无要再出世，伊要做咱的灵修院来做画画的老师。真是万劫先美丽，今生也来不好甲得地，造成双方上歹结果，我们上不好时了，爱学要放下，这是头路。